章子怡1979年2月9日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，在家中排行老二。章子怡小时候曾苦练舞蹈，立志要成为舞蹈演员。1990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，在1994年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了表演奖。学习舞蹈的经历为章子怡以后拍摄武打戏奠定了基础。1998年被张艺谋发掘，主演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而成名。之后与周润发、杨紫琼合作《卧虎藏龙》，和成龙合作《尖峰时刻二》，成为了当时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东方女星。作为国际巨星，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。先是与香港富豪霍启山交往两年，之后秀出12克拉钻戒，宣布与外籍男友订婚，但最后以分手收场。2012年，同央视主持人撒贝宁交往，直到2015年，汪峰在他的生日派对上求婚成功。5月10日，两人注册结婚。